今天开始修剪月季了，有点晚了。看，这是我剪下来的，这一个小小的植株就剪了这么多。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我挺喜欢的，这个叫做葵，今年才种的小苗，剪下来这么多花，还有花苞。我这面前有4款月季，都是今年才种的小苗。我现在把它排成一排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个是葵，花量巨大。这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莫奈，这个仅仅是一个花枝。这一个是薰衣草花束，也是一个主花枝。这一个是康斯坦茨切花，这也是一个花枝。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它的花量好大呀。这没有打开，我已经把它剪了。这一个薰衣草花束，看一束多大。这一个是无刺的一个藤月，可能不是非常耐晒。然后这一只是，看这一只，一个上下来，跟我以前介绍的马克夏加尔很像。它是比马克夏加尔更加分花。看一只这么多，我想这个你看，这还有一串边上，诶，这主枝上来又有一串，这一只可能有，看现在开了有8朵，还有几朵没有开的，分化线真厉害呀，小苗，你看这个颜色，非常喜欢复古的色彩。大家看一下，从扔了，挺可惜的，准备再插瓶几天再扔吧。这个修剪估计一天都做不完。